那我怎么打字呢？我要切视窗吗？好像只能切视窗。不然我打不出中文。正在建立游戏，正在加入游戏。好，来邀请好友。啊靠北，他只能用邀请码。应该可以啊，直接邀请至大厅。哦，也真的是。拨电话给我朋友，他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喂。哦，喂。喂。哦，我顺便试试看，来上来。看能不能联系我，会不会闪退？啊？说什么？试试看联系我会不会闪退。不会，我之前有玩呢，没有闪退。可是我跟我朋友玩，我们玩到后面就坏档，玩到后面坏档啊，100好像130回合吧，就爆了啊！靠北，我没有设密码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可以啊，自由混战的，很适合。快上，快上来，别闹热，我想想我要玩什么。你说恐虐很好玩是不是？我还没有，我只有玩过一下下，玩看看好了。你可以玩那个混沌恶魔。说这个、喔，混沌恶魔感觉比较自由啊，是我离你比较远呢。真的蛮远的，因为我要进的话只有震弹了，没关系啦，不然就啊你要纳垢一下是不是？哎呦哎，那个很近，没有看你要玩什么没关系啊，反正有裂隙跑很快。我还没玩过纯奸奇啊，等一下，我们之前调是调，调二十。那不是把城砸了之后，城才会自动建起来吗？你说哪？你说哪一个？说孔涅啊？哦，对啊，哦对啊，他好像只能，我记得只能砸城吧？就是你砸，你打完之后，他就是问你说你要不要盖，还是直接烧掉？哦，我看巴哈的攻略了，我觉得这个电器要往哪边打比较舒服一点。我稍微看了一下。哎呦 ，OK， 来来来，单刀单刀，我调简单就好了，普通就好。不要我自虐，没有我调普，我战斗难度调困难了、啊。啊，我那个调普通。你玩的怎么样？这个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玩的还可以，就他有些就练习比较麻烦。哦，练习真的很干嘞！而且后来发现说，一开始还不知道英雄可以关练习，后来发现说，英雄可以关哦，然后跑过去看，干一次1500，我操！所以我都用领主，对，领主比较死。一开始我中间有一段时间会用。英雄，后面还是用领主，顺便练等呢。你用不强？对啊，他裂隙那个其实还好，你用抢的比较快。就是你打完然后去抢那个钱，比较实在一点。哎，来来来，看、啊、在哪里啊？这个蓝色的剑气真的是拖大兵，我多给别人。哇、哦，你好远哦！直接自动哦。看一下要出什么？
靠，孔略也蛮穷的。那卡伊洛斯有帮我点好一些技能，他是自动点还是你要自己点？哎呦，他那个是自动点的吗？我说技能。卡住了，没有，我刚点那个。哦，在打仗，他会卡住。我想一下哦，就是老样子啊，直接一路黏过去，不管了。靠北啊，2500！哇，我下面怎么是四人魔？啊，我走你下面是四人魔，你那不是在墙外吗？这个我想要往哪打，但是不打。下面是谁？记得现在死人魔，这个像有 bug。哎，陪我上来控虐。哎，他有一个是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哦，这个，不是，不要，我在找那个科技。现在我记得点，好不，没有。哦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也不错。所以我一直打仗就对了，打。我靠，被强制开战，你有点东西。哎，你跟什么东西强制开战？哎，我都是可以用万变模式跟别人强制开战。哎，太爽了吧！哎，卢武对，这是友军诶，西长城。杀掉这个，刚刚塞一个友军在这里了。他塞在哪里？我看一下。有兵马俑墓上。他那个算，他那是给你的还是？就是同盟。哦，同盟哦。不要丢他，他杀掉。不是杀。打掉，不要理他。留他留在一起。我进攻了，这个钱删掉。啊，我忘记招兵。那我现在知道我要干嘛，我要出压自然的东西。二阶提供。哦，城墙或是这么好，可以转放血魔哦。他原本就有放血鬼哦，好呗。那我在想要不要出高阶放血者跟魔种？算了，这样吧。那我先把这个拆掉啊。我们想要出放血者，可他有预设有的话，下面飘过三枚魔法之风是拼劲的，不见死。你那不能自己长吗？啊，那个是要那个什么，你要降低另外一个形式的魔法之风才能灌到另外一个形式上。靠腰，就是你要降低加一。靠北的，我其实也是蛮靠北的。干！你战的时辰越多，你能用的魔凤率越多。干，这是看起来很强哎、欸。没有看起来，他是真的很强。先退。好，稍等，盖一个。哎，我这个空因为单位可以用。应该可以出个放血鬼之类的，那出什么啊？我想想，英雄去打那个
漂浮身们往下打。我先往下，然后再往右。哎呦，干恐虐不太适合我哎，这个要忙还要计算。我去跟西风要塞交朋友，我把他打。对，我应该先敲他的吼，仔细想想，卡住了。那看的话，我应该先敲爆他才对。对，我今天起来一定是巅峰，窃取魔法一级，本殿一级。就技，他是技能吗？传奇领主的技能还是每个都有？哦，还不错啦，先加四，先加四。啊，为什么孔略玩起来比纳垢还有钱呢？好神奇哦！我是被跟招募费都掉低了。他产前的那个经济蛮差，可是他维持费没有想象中高，可是还是纳垢太高。我想想我怎么打，进退两难，进退两难呢。过来，啊，过来我就直接敲爆你狗头，还招兵啊？真的应该不会随便跑到长城吧？我之前玩的时候，苗音就是被打掉蛇门。AI 的话好像会被你家里他家里那边那个什么兵马俑那个干掉，那个蛮痛的。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漂浮山脉啊，烧掉。想想我怎么打？哎呦，好险！哎呦，剩三等。反正放血鬼，万变之道冷却时间，万变之道两百而已哦，还好啊，没有我想中鬼。不洁化身，召唤小型敌对军队。哎呦！硬打哦，硬打就对了，好屌、哦！先这样，然后再回去敲他好了。我怎么感觉我要先练这个，先练个闪电战之类的。比如说一级的话，要练闪电战很不划算，很久哎、欸，很久哎、欸，闪电战。一个礼总要4000块，好贵。什么东西4000块？就是你那个手杖。哦，手杖都很贵啊，3000、4000、5000吧，我没记错的话。他怎么不能招？我说我的资金不足。没有，你要跟我，他是看那个啊，那个什么陈道子哦。因为我们两个都玩家的话，就是你跟我部队要合在一起打架才会有，才会加。哦。对前期的话，那个很难涨。啊，科技减300哦，科技对科技减300。对啊。哎，我那边跑上去了。靠，我要跑掉！干机车。哥的跟我绕圈圈是吧？
神谱不到。哦，我去，真是。You'll incur my displeasure。现在赶快打一打。你说你还是我？我趁他在的时候，赶快打他的城。哎，他回来靠腰啊！完了，我能打赢。你在外交是不是？对，我在外交。这个 boss， 他是个性好高哦。哎、欸，伏击耶，好，可以吗？嗯，还是你要手动？但手动打不赢，他那个放血的太多。好不，先这样。好像自然负二啊，往纯间潜呢。他不会跑回来，把他撞到。哎呦，哎呦，往上跑哎、欸！老剑，不行，我这样我追不到他，我一定要打。哇，这个会太低。This is not for you. 暂停要2500，好贵哦。血祭血神的啦，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为什么这个算我的？哦，我可以控是吗？哦，你的放血怎么那么多啊？我全部出这个、啊，哎、欸，这个哎、欸，放血者招募他的维持费只要190，哎，而且还有魔弓，我说干，我就出这个，出这个就赢了。哇，两个军队，我也做。不然我不知道出什么哎、欸，因为我觉得出那个孔略混沌勇士感觉没什么用，我怕输出太低。出这个就赢了，不要管了。妈的，我把这个为什么我的遗弃者要维持在两百度？你有遗弃者可以出啊？214。孔略没有遗弃者，他没有遗弃者。他可是他还有牛头人。我记得是我哎、欸，我记得他每一个都有特殊的东西，可是他混沌勇士我不知道什么，他只有孔略有，其他不给。剑气有啊，剑气有啊，剑气也有。背贴上面。哦，看一下。哦，好，剑气独尊，他可以拿走。如果剑气太累，可以取得更强大的不计法术。不同意思啊，我可以再叫唤。边灵出来吗？你是右边那个、啊，就是他有个不解化的时候，你可以点那些给你加一些 buff 吧。你说哪一边？右边的。右边在那个结束回合上面呢，科技栏右上角有个不解化声。就科技那个按钮的右边。你有看到吗？我没看到。嗯，没有。你右下角不是有右下角不是应该有一个结束回合吗？然后它旁边不是有四个按钮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
啊，那个你点下去之后，他就会给你一些 buff。过来，操！哦，好爽哦！六趴特保水哦！哎，我在出，看太爽了吧！哦，那个仪器的建筑啊，要两等才能盖，好贵，它成正整级两等，往前走。哎呦，另外一只嗜血狂魔过来。哎、欸，我这个单位可以给他吗？不行，啊。好哦，亏烂的。全部出放血鬼就对了。到了，看来是得打他。哦，铁盾显圣，哦，吊蓝腰可以啊。哦、你那蓝腰是不是也可以远程？啊，对啊，这。还是全部都可以，就蓝妖跟粉妖可以验证。OK。啊，有放血者靠边那什么卡尔摩尔抗性啊，我看错，回蓝这个吧，所有行省加二，好爽。哪个？哎、欸，这个还不错哎、欸，其实。他玩起来居然比那个有钱，太神奇了，杰克。先围城。上了啦，连爆他全家。靠别，谁自动？你钱还蛮多的，还蛮多。我现在钱有一万五。不知道怎么钱那么多。对呀、啊，刚刚玩过纳垢之后，你玩什么都觉得很有钱嘞、欸。下去。不是、啊，所以哎、欸，我把他赶走的话。哦，我到第二队领走了嘛，负责帮我补前线那个太多士兵了，或者招兵跟补兵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，我突然间想到，我先跟你讲，你他这一代现在的版本，现在的是你领主招募嘛，然后你在前三掉的话，他补给费还是会算哦，补给线的加成，所以你一定要把他送掉，就是他一定要死掉之后，那个补给线的加成才扣掉。你越招，你领主越招越多，然后一直前三的话，你补给线就会越来越重。先跟你讲一下，不然我怕你到时候越招越多。哎，升三等了，本来是打60要死人魔。Intensify my blood rage。然后怎么？这快等下来，根据开赛。逃废墟补兵补蛮快的，恐龙玩起来真的蛮爽的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盖错？靠不，我盖错建筑，干、哦！没有，我还没按。那你叫城市到底是怎样算的？你说什么东西？我那个问兵知道。啊、哦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玩过。陆军就会重新计算吗？哎、欸，可以打了，靠北我可以打了，太快了吧？来看看他，
那孔六玩起来好爽哦，只是他招出来那个兵，算维持费就很，就很干。手动，什么东西？要打住还是怎样？没有，你选手动，你不能手动吗？打不到不给我手动。啊？真的假的？自动不过。嗯，他不给啊？真的假的？我打看一下，我打一仗试试看。还是我调到了。先出啊靠啊靠北没有，应该出这个才对，刚点错。屠宰府杀戮府，然后这样打上去。我都烧一圈嘛，没差。闭嘴！哇，斩功力加10，好爽！哎呦，我旁边有一队，开始扣血喽！哎、欸，干，真的不能，啊、真的不能手动哎、欸，靠背，还是我刚调的时候调到，你要不要退出去再进来？哦，你真的，我记得一开始是可以手动的。嗯，真的假的？那我打再看看好了，他可能是要点，因为如果我们是团队的话，好，我打看一下。哎，点到了，点到闪电战了。好，靠另外一个灵子去补兵，补兵给另外一个灵子。看，太荒唐了。他抱团走了。你说一开始是可以手动的？对啊，一开始可以手动的。那怎么到现在不行？我看一下。那我没什么城要打。We march. Spread slaughter. 啊，先打掉恐惧，再跟死人可以战。如线如座，干！哎、欸，要不给我手动啊？没关系，盖攻城七局，然后围城。嗯？不然就是我们先退到，我们重新载入一次啊。看你要不要？没事。就回到大厅，我去挑看一下设定，看有没有动刀。对啊，就是直接退出去，我就直接退出去。等一下，哦，没有，我再退出去，我再咬你。
按一下哈，他手动突然变灰色的。那我咬你了。对啊，预设。啊？自动进行的战斗。好吧，那预设是改手动。好，我调，没有他，因为我调的两个，一个是预设战斗方式跟自动进行所有战斗啊。我预设战斗，我预设战斗刚是调自动，不然的话，它上面会有一个倒数计时啊。那倒数计时完，如果没有按的话，它就是预设，看你预设设定是哪个，它就帮你自动或是手动这样子。那个应该是啊，另外一个我不确定是什么，所以我先改，我先关掉。就是自动进行这种战斗，那个我先关掉了。这样的话，等一下应该可以手动了。你也是装 SSD 吧？对啊。哦，那有真的有快。总之，基本上你的活动，可能我已经换，但应该是活动。要换的跑比较快了。我点不到我军队。可能是他小。不能因为傲腰哦。哦，上路。我是这个。本来掉手很麻烦。刚是没有视野吗？还是怎样？他跑去站了还是怎样？为什么这边变他的城？啊，小啦！我手游公开次，哇，给我2000块，这么好！这有什么变他的？变他的也好了，再打一次就好。我来试试看能不能手动。捡起的什么意思 ？OK， 可以手动了。来，你说什么？他的珠宝还是盖另外一个东西。哦，我有看到，好像是传送门跟什么吧，两个可以换。哦，传送门可以传送的。我不知道他的传送门是什么意思。可以转化为城关。哦。走，看一下东西。可以转化为传，可是我魔法之中没有到40。不知道他传送门我也看不懂是怎样，是可以在传送门之间互传是不是？他传送门就是你魔法之中有到的话，就可以传送。哦，这么屌。它是每个组成都可以换吗？还是没有这个首度吧？靠边，好吧，真的，这样也很好用了。这是魔方要去学啊，魔方要满也蛮蛮不容易的呢。我来啊，看。还有好戏看的吗？加入队伍，我这边将会输。我这么多仪器子会输给你，会输给孔虐。我因为他现在这个版本电脑都会一直想要去切你的后排，可是你我现在看的话，我不知道他拦腰是算前排后排。先拍，还是很短。敢他这样，那搞不好可以白嫖哎、欸，因为他会全部追跑去追 后排，就追远程或法师之类的。你看一下卡耶洛是能不能飞啊？我可以飞在头上。可以吧？我记得可以飞、啊。
哦，还有二分。我要看你啊，你如果你自己空来的话，我可以在旁边看戏。干！哦，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战车啊！我要吃饼干。他四角就带，就不能跳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区？跳他的角度。可以啊。按滑鼠滚轮啊。都是腐蚀图啊。哦，那你按 Tab。没有，我是说可以改，就先一般看到那个角度。这什么意思？哦。你没有我不太懂你做的是什么意思？咱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用过哎、欸？哦，恐怖不演的，直接冲哎、欸！对啊，他没有远程啊，直接连上来。这就是恐虐。那种恐虐的怒妖，他有48领导力。应该不会吃的。他不会理我就吃了，算了。你降下他就理你了。我不是这样，降下来要给他打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说你要骗的话。他靠边，他出一堆放血鬼在你家。他召唤。到底有没有在射击？请问一下，那蓝妖没去了，那个蓝妖去了。哎呦，红红绿绿的，哦，卡顿有没有？欸、那个临摹者是近战强吗？对啊，近战强。那我推到前线一点。完了，我的剑奇魔焰居然烧不痛他。哎，那远程战车感觉没什么用了。哎呦，放血鬼！对了，烧起来这么痛。哎，不行，这样子。哦，有痛了，有痛了！烧毁，烧毁！哼，哦，原来恐虐跟奸奇打起来就是这样子，两边都觉得对方很痛，对不对？他打仗还好哎，他不那个不知道算爆炸伤啊还是？他算爆炸伤害吧，36。哦，可以啊，烧起来了哦。哎呦，哎呦，有痛，有痛，有痛。开始有。靠北还要出一堆放血鬼在你家后面，太会了吧！就蛮意外的，那个仪器的弹蛮久，可能是反人，要不然应该是。哎、欸，刚刚看你的那个临摹者被他暴打哎、欸，打超痛哎、欸，靠背。还好吧，也不做法术，还有法术护盾啊。法术护盾接战大概2秒就掉了，2秒就变零了。而且你还有血条啊？你这剩半血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他打的速度比我想象中快很多。还好吧，他
你现在不是锁血了吗？我看你血没掉啊。哦，可以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开始没事，刚刚一瞬间掉很快。哦，那可能刚刚我就……我觉得现在我再帮你看一下，我觉得你要小心一点。给我好了。给我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我拉出来拉出来。他、啊、那个法力护盾是会随时间毁吗？对，会随时毁。那我去跑一下。完了，空间有法术抗性，不好打了。我、哦、还要点那个 哦，你这完了。啊，赢了啦，没关系。啊，士气崩了。哎、欸，你刚都没看到啊？他那个护盾是大概，他那一对混沌勇士贴上来大概两秒钟，然后就没了。一瞬间呢，他那个那么薄、喔，他那个没有存活，是我觉得一气者还蛮硬的。一气者撑蛮久的，他被前后上夹。大家看一下那个临摹者打得痛不痛？因为我看他旁边射很久，我不知道伤害多高。我打灵族比灵族还高、啊，104。没办法，有可能我有想看一下那个伤害，他造成多少伤害？我怕，因为我怕是单纯捡人头而已。啊，有了有了，打9200的伤害可以了。哦，灵族8900啊，和战车呢？战车有7000多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有了有划算有划算。粉红狙啊，根本就在混粉、啊。我看他丢很久，可是他怎么才打这样？还是不用着急哦，要交招蓝色去弹伤害就好了。那个蓝色打比较多哎、欸。你出我真的出蓝色比较实在。他们小半天也没用啊。红月炉，我记得是我可以捡吗？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可不可以。不行吧？他说恐虐派系啊，我看到上面有写。嗯，细节，我拿书啊。我看。先来个，好吧，不管，直接上了。我操！血战血胜，去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如线如座，那、啊、好爽，玩起来好爽。我没钱了，我好穷。而且他们开始扣。哦，什么？临近反光，魔法之风增强，可以啊，这里。开始扣血，不行。哎、欸，我错。啊、哦！要去了吗？差点就把城镇废弃掉了。哼、哦，危险哦！哦，奸情信徒看起来也比其他单位、其他阵营的那个狂信徒有特色多，老魔族一样。嚯、哦！这有物抗哎、欸！我操！先点个个人先。打赢战斗后加15太爽了吧！我在你那边盖哨站呢。我怎么只能出蓝妖？那蓝妖都大兵了。干，我花3000，只能给我出蓝妖，我操！是个大兵单位。对，我打空难打是因为他有法术抗性。对啊，他前面点个科技放血鬼可以再加5%哎。上多少？我看一下。他这样，我点完科技之后，他法抗变35，然后物抗20。我操！那我到时候去混沌魔域了。我自动战斗就好了。对啊，你自动战斗不就好了？你就跑色孽那边拿完钱就跑啊！用裂隙不要开在我的主城，玩家会很难过。如果你是玩亲王的话，他有个裂隙开在你主城。那强制的吗？
固定的，固定开的那个。哦，卡伊路斯打卡伊路斯啊，这神奇任务。我那时候看挑战的时候觉得还蛮有趣，自己打自己，自己打自己。按一下，我要给我一个那个、哦、铲子加石，我、哦、靠，废铲加石牌太废了吧？我该上风了吗？哎呦，这个好！中头喽！东方超人，东方超人是吧？哦，我这一关降，把这路师傅降到最低，然后把白骨师傅降，东方超人拉最高。哦，坠落之中魔法之风归零了。你这怎么降那么升降那么快？因为我是天气的，我可以调啊。啊，对哦，有道理。我不能调到一下。就好像不用踩，踩完整个形式。调那个形式有一座城，所以我就是调那个魔法。啊、太爽了吧！我在里面踩一座城，这嘴巴魔风全都被劈了。可以降你魔风啊！那是靠背哦。他的菜名就是半空全部掉光了。我待会带通的，就等于说可以偷别偷别一座城，那把他国风怎么归？Praise the blood god, we must go forth. We'll celebrate your annihilation. Must murder.Spread slaughter！ 哎，这个怒魔是怎样啊？怎么有500突破啊？靠背，我这么难用，然后又鬼废物。靠背怎么还没死啊？我操！分数不高是吗？哎，别拆掉算了，我看一下。他是领主吗？834应该不是。那性质也蛮贵的，就是要用。没有吧？没有加吧？靠北，我打完一圈，我没有。Venerate the Wolf Father. My rituals are incomplete. Patience. The Lord awaits elsewhere.Conceal your hides. 坠落之路要抢下来。饶了。你那边打如何？堕落之路。好像还是要跟食人魔开战。这么快就出去了？裂隙也太快了，还给一座城，还给哦！我要给要他给我一座城，要那个，哎，我跟你那边差一座城，那抢你的魔风好了。你干嘛？那我这边抢干嘛？看我这边连一个神分我都拼不起来。我要不要刀粉红腰啊？粉腰，我从我这边也不能上粉红。上来啊！又上来盖、啊。他其实很难做，因为孔雀可以有魔法抗性。对啊，神魔又不好打。而且魔风高的话，他魔法抗性也高。哎、欸，阿跑去哪里？
我这铜牌是有点奇。那我感觉我可以打下他，打他的东西。I spread the wolf's brutal message. Eternal warfare. Move. Blood. I'll do it. Clear blood. Leave this place. I'll. 我当初不是说我恐恶魔不能跟其他人那什么外交吗？那感觉还好。对啊，其实还好啊。你可以跟恶魔外交就好了，但不贸易的话也没差了。他粉妖其实要到那个，要到二级城。我跟魔种哦，二级城哦，哎，那个是要再盖建筑物吗？还是主城有送？你说看看，你说是送什么？没有，不是，我是说他是主城会解锁那个招募，还是你要再另外盖建筑物？要另外盖建筑物。干，靠北！我现在看到他那个，他主城解锁怒魔，咖啡。你从我这边哨站招到什么东西？就那个混沌勇士跟放血子。哦，那好像还行。我们跑去打我家，啊，看谁厉害？我觉得我要打自己隔壁的铜牌血天气。感觉他们那边比较好打，我比较好发展。你就打没关系啊。恶魔还好，恶魔还好了，可以打一下。哦，阻止一个派系所有人物的移动。啊，减六，很爽的。我先吞掉这个。我揭开一个派系所有领土上的地图迷雾。哦，好废哦！天哪！那等级升太快了吧？傻小。地狱门飞，时间开关能量。哎，是不还是得解开炸气之道？哦，我也需要魔种，我觉得你魔种是要魔种算蛮强，你魔种要怎样拿？盖到他三级啊，就那个什么小屋盖到三级。哦，你说混哦 ，OK OK， 我知道。你说单位，我以为你是说什么特殊的机制之类的。但孔略好爽，他妈一直砍嘞、欸。砍爆欸，等他驻军涨回我再砍他一次。养颅骨算了，我已经可以打了，自己走过去算了，应该能赢。360那个地方盖那个，盖那个祭坛。给他那个是，好像腐你的腐蚀够高的话，就可以在那边盖了，他会自己跳出来。如果我要开战会不见，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会不见哦。如果你打下来的话啦，那个东西就不见了。就跟鼠人的那个一样啊，你站起来，他就不见了。
欸，他说先进盖子，欸，他说没有，再帮我加20本书。看，欸，等一下他们是又站回来，我连骂了哟。哦，现在气死！妈，我等下烧掉，烧掉你要跑。好啦，这是谁啦？传送至世界各处，穿越不可通行的地形。传送是什么意思啊？应该跟裂隙那个一样吧。靠北射念怎么那么强？哦，和平条约可以啊，我就可以打死。日常两边同时打。哎呦，那高哥真，那是算是轮流的吗？嗯，你说什么东西？他那个不接话声啊，看谁这是怎么判断谁最强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随机的。对啊，他也没血，不然有可能是看腐蚀啊，就地图上面的腐蚀，看哪一个的腐蚀高吧，我在想。啊！你怎么一直憋？因为动不动还要动，不是因为我要维持那个啊。哦，你在放血啊？对，维持那个放血值，我干脆留着，我一直扁他就好了。他妈跟养猪一样，好爽啊！干！我什么怒妖尖起？我，哦，操！真是，我要气死！我被这狗东西气死！完了，我好像需要更多省份呢。什么东西？什么省份？你去，那你就去打。来看看哦。需要什么？这个有什么？哦，这有。需要更多省份，需要更多的地。看你在那边乱玩魔风啊！还是你要过来我这边？我这边地我应该都没办法干。我先把食人魔这个打下来。脑筋。好爽，要来了！我再敲他一次。哦，我颅骨会越用越少，欸，但其实也还好，因为随便打一下，马上就加回来。与地一战。这么好笑，好爽哦！我一直打一直爽，真的一直打一直爽，我就在那边不动了。好，我就不动了。这就是养猪计划了。刚我要点一下这个，我看一下这个物抗害组最佳永不溃散。我觉得坚持魔动跟是里面能力最低，永不溃败这么屌。我恐惧的也是啊，四阵营都是。哦，是坚持干的还不错。
我觉得狩猎好像是昏睡式的选择，可以减敌人近战，减他的速度。但是我没有照顾，感觉不需要。减近战的话蛮实用的。哎、欸，他盖回来了，哎、欸，我觉得女妖比较强，比较严格。这个，用搏杀，用屠杀来博得贞洁，阉你妈！要想割我老二，啊！国际大老二集团，啊！我的那个英雄到底要出哪个？哪个才可以出放血者英雄啊？这个没有放血者英雄。其实没有这个东西，到底研究一下哈。有啊，血煞，血煞在哪里？看，到处找都是血，技能好多，那点什么？靠北啊！我那要怎么出？干！奇怪呢，还是他是藏在这个里面？哦，真的哎，靠背血煞怎么藏在那里啊？哦，那要怎么出？怎出这个垃圾？不养了，不养了。这如线如座了，不会动啊！到多久？十一回，干、啊、完了。嗯，难道我还在吗？还在。什么东西？怎样？等一下，试一下。我们刚刚那个，我偷看别人的兵在哪。如线如座。好。不是。靠边。合并一下，省一些钱。那是因为都被占走了，所以有哨站可以升级，到底可以招什么？到底有没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可以让我找？这半夜怼不赢我，这暂时不会导致。不会吧？还要跑出来？你那上面还有 AI 吗？有啊，跟震弹之间、啊，那还好了。AI 互推应该打不赢。哎、欸，锁哟、哦！啊，怎么在这里？往下走才有活路，怎么可能去撞他？那长城其实对我没什么感用。怎么？哦，对，靠北哦，跑掉了。拜呢？我要怎么走？再往上看一下。啊，我个人位置费太高了吧？看一下是什么？啊，好哦哟，这个不错，花1000块传送了，对。
其实我也是费没有很高诶、欸，放着100哦，那土豆酱吧。不过正常话一只也才170而已，还好啦，170这期蛮强的，而且很帅，主要是帅。只是我不知道什么他是巨剑，被吃了什么？烧了怎样？这什么鬼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怎样？还不是野怪吗？哎，这个传送很好办。其实没有办法穿进去。那穿的距离大概多少？哦，大概就跨半个身吧，感觉是这样。那好，那好，真的还好。我已经20等了哎。哦，士气叠高一点，叠到一个可以免疫的就好了。哎呦，有战马可以骑哦，还有破音。看，很爽哎、欸，真是一路暴走哎、欸。我都没有敌人自己送上门。哦，那个是会爆掉啊！你说自然吗？还是？那我说 AI 的那个会不会自己爆掉啊？可能会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看 AI 玩那个玩的蛮好的。这个兽人真是够狠！哎，我不是亲他。而且不能补兵。恐龙玩起来真的很爽哎、欸！哦，到底要跑多？还可以再跑是不是？干你死定了你！想跑去哪、啊？过来！对哦，他这个不是金王，不能是人造英雄、欸。没有他，看我要找英雄，我要找那种大臣，还要升到四级才可以出，不然只能出一种而已，真是烂爆！哪来大四级大臣？
我一直在跨好凶，然后就三堆血围上去，一定赢。啊！我气死了，是。不存我们应该是蛮有用，应该可以存的，可以跨山存。这跨地形，这样还是蛮强。哇哦，那没办法传。哎呦，这个老八，是陀螺王。哪里边？哪边？我看一下。我本来想说他跪在那个城里面，我打，然后自己跑下来。哼，这么屌，重头。按要点什么？好，再点一个哦。这个吧，战利品。就我打一拳呢。Herald of Khorne. Moving. Impossible. 可惜。Frenzy upon me. Need prime.你可以操作一下魔风，把白骨给我弄少一点，弄多一点。我想传去你那边玩。我可以帮你打成，然后那个成给你。天气可以玩魔风啊？我玩屁啊！我没有办法玩。我很痛苦，我旁边快没有敌人可以打了。跑回去，哇，可惜。可以吗？是用围的，好像发成围血的。跑过来，跑出来。看看你练成这是干什么？我开始盖经济建筑。你说你啊？你说什么东西？城市啊，城市是盖什么？你说小城吗？随便的，我现在都全都盖经济，大部分。我也是，我现在也是。哦，没有，是孔略不一样，孔略随便盖都有钱，虽然他每个建筑物都有钱，可是加很少，都加60块。有空的话，我就盖一些经济啊，不然就是盖那种比较实用的军事建筑。到得了吗？靠背。哦，是什么意思？死行神与向内行神的魔法之中，上升为狂风。我可以扎营哦，这么屌！要太多就去包围，应该是不敢出来，我们包围就好了。出几个来反大就出两只反大，这个出这两个来反大，然后剩下就放血鬼继续用。万变之灵，魔装两回合。新英雄。
单位其实真的蛮少的，少少的。我本来就这样，那个恶魔就恐吓就要七级，我可以点你成那发怒暴乱。靠背，暴乱什么？哎、啊，好像还不错，你可以点看看。我点了，我点你下面那个师傅烟杯，然后放出一支军队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可以打他、欸，超放心。干好爽哦！干原来还可以这样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那招好用哎、欸，对孔略来说这个蛮爽的。而且我打完，而且我打完之后我可以再动，然后就接着打下一座城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直接打你看，干怎么那么鸡掰？好爽哦！真奇杰。哦，可是也算182本书，还行啊。你那个书凑得快吗？应该每回有28本。哦，那还好。那些烧成也会拿。烧成也会拿，那还行啊。这个我看一下啊。哦弹一点，妈他全部一起连上去，老花全家，好像还不错，比自己玩要顺，其实蛮顺的现在。喷颅骨就亏。猎蜥应该要来了。从这个去打吧，反正被我有被围城了，是不是？那个野兽人吧，小烂屌野兽人啊！啊，有血煞水啦！哦，有个血煞，是我在围城。哎、欸，恩卡利来跑来找我哦，我不打不行。这个围城好准，守防兵也还蛮不错的。像这种战斗会比较方便。对啊，攻城战我现在不想打。那攻城战地音都太窄了，然后都近战很亏、欸。不进来射烂，不要闹了。刚好射孽来了，这不点不行。有城高盖什么？应该个不会蓝药的吧？啊，出一只来玩玩。这什么？啊，可以，它可以升很多法术，然后它升法术给你那个，给你那个。对应的物品，那你可以用那个 boss。靠，好爽！你知道物品栏很多吗？他，我说他是绑物品栏，还是绑那个旗子那边？应该是绑物品吧。哎，他是绑在物品那边。哎，先垫降维持费，把速度度。我就要把魔法储备跟那个点出来，应该就够了。我其他传送门呢，跟那个城关他给的钱都差不多。对，我这边看好像都差不多，但是和建筑城堡就差了。一个剑30%，一个剑15%。哎、欸，哦，你说当地的哦，看一下。当地。
哟，又是奸奇。哦，奸奇毒主在拿书。我应该是看他可以走到哪里才对，他可以走到这里，那我就先这样就好。感觉疯狂带出是最好用。啊，德军队不行，在敌方领土，好吧。啊，这个就是，还是龙哥哥，直接满嘞。哎，会跑会怕哦，干，废物，回来。对哦，他那个小小只的领土在15等可以变大只。对啊，15等就可以变。然后还给你7等，我记得是这样子。妈的，又跑，跑去哪啊？这搞了。嗯，我看我都要欺负一下死人妖、死人魔了。看你在干嘛？哦、我在点东西。哦，很开力，刚刚开战嘛，我可以帮你把它顶起来了，那它跑不掉了。哦，我已经跟他开战了、欸，你可以把它顶起来啊。等下回合吧，刚刚你看到。靠，要不要跑去哪里？要跑超快，哦，往下跑了。这，我打算把它顶起来，顶一回合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觉得好像顶全部派系的人都不能动。看，这么爽。他派系全部人都不能动。哦，没有，我这很科技没研发。靠腰，你不知道怎么跑过去的、啊，靠背的，真是。你还在鸡掰，招不过去，干！哎呦，好烦哦，过不去，好烦哦，被那河挡住，靠背，我打爆他。好伤心哦，打不到他，好悲，气死真的是。哦，捡起飞碟，他那是近战的吗？飞碟？嗯，飞碟是远程的。远程的话还好，近战我就觉得啊很废。农夫会计划收成，少女会计划婚礼，我快笑死了，我好笑。但我觉得我去打一下、欸，这个东西的效果怎么样呢？先看一下神奇任务效果。哎呦，
靠，不要跑去哪啦，哦，干。哦。从地图上有那么多剑气小怪啊。鸡巴，我受不了了。妈被我抓到，你死定了！刚被我抓到了吼！操！操你他妈在跑啊！奇怪的是。干在跑、啊！哦，终于抓到他了。我操！哇，那你就直接自动弹头？对啊，直接自动掉，他没差，补兵补很快。我可不是恐虐。你那个不行啊！我恐虐是没差，我真的超没差的。我把钱删掉，不然我钱一直被吃。哦，我剩500块。你说总收入还是身上的钱？身上的钱。干你，你太穷了吧，还剩500而已。一直打架，我要残兵耶。我不用。我又没有放弃。哎、欸，我有一次升5等，好爽！直接爆冲哎、欸！30几分，那利息感觉要开，好像35会开，是不是？怎么办呢？哦，开了开了，34。感觉要去涉猎领域拿些钱。对。哎、欸，我们两个可以一起进去吗？嗯，可以吧。我看一下开在哪里。跟我组成这么多，还有哎，刚、欸、好我家旁边有一个，你进去啦。小心，我这边野兽人不够。先招兵好了。好呀，好贵，我好穷。你缺多少钱呢、啊？我可以给你一些。哎，不用。哎，你都拉我进去。你差那么远，我打架啊，但孔内才开心啊。你说的也是啦。哎，你上面那一对兽人傻小啦。来的绿皮啊！你组队楼上那个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就是自己惨啊，我也没办法啊。他哎、欸，他预设在跟你开战了，预设跟我开战。吼吼吼！不要抢钱了，要想怎样？我要去猎系了。
当地盘，我要打掉他、欸。不是你这样，你这样地盘大，你家里面一堆那个，啊、我怎么办法啊？我就穷嘛。啊、不是你家很有钱，你要多，你要靠战斗赚钱的。好可怜哦！那是怎么接的？是钻走还是怎样？反正。有港口的地方我都要守一下，是妥妥的升级。哎，好，继续围啊，没关系啊。有 trespass 啊！这野兽能跑那么快、啊？好，我已经进去了。哦，看到了。外面，我在外面打架。嘿，不用，他来打你了。你要守吗？守动一下还是？哇，谁打我？揍人啊！他打你下面的小城。揍人个屁！呵呵呵。想给他抢，把他打回来就。哎呀，所有每回加四十，那我先点一下。那在哪里哦？我记得有一次啊，这个好，十五回合，先随便点高了。你还要再两个，这两个才可以过去。战斗后如果加成好了，应该比较好一点。我要是洗劫我上面，然后在那扣，让他扣一扣，我就可以扁他。靠北啊！我再下来就干亏爆了。这个兽真的很烦，而且还一直钻来钻去。哎、欸，坚奇的特殊那个炸姿势是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就是他站，他不是可以扎营或是伏击那个啊？每个派系有一个特殊的、啊，传送门。哦传送门是哦，他传送门是绑在那里哦，或者是什么机制之类的。哎，不错啦，传送门是绑在那里。他怎么敢跟我打、啊？哦，对，你还跑来送？哎、欸欸，他又跑去围了。哎呀，我一直给他围，我不想管他。干好爽哦！嗯，废。
看你敢不敢过来。不能不，他不围城的话，他那个。我一般看我们现在都很长，很容易围啊。先配个装备好了。哦，你知道怎么很猛吗？我去敲敲他家，看看谁打谁，这么就快了。看谁比较快。看谁比较会。他也就魔法伤害，还是我比较会闯。护符的话，特保对特保比较好一点。The drink of blood. 你拿到钱了吗？还没有，想拼看看可不可以拿那个灵魂。不是啊，那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水虫。哦，你说那个加200的那个？对，加200加两，哎，好像全部行省加20掌控力吧，然后加200还250的成长，干真扯哎！我记得那好像是倒数第二圈。对，然后很后面才有。那好像也不能拿，敲一直避战就好，然后一直往下走。对啊，那好像每一个环节会有一个军队。对，你知道越后面很危险，就很容易就前后夹。红绿的话，可不可以走两圈呢？习惯习惯，算了，不要跟他打，我去联系灵魂吧。我打了，你是跑去哪里？我冲到他家门口，结果还是要围城才对。这种战斗好像打不赢，嗯，还是去猎蜥里面哦，去拿个钱。我可以传出来哦。要这个好了。稳稳，稳稳拿二五。玉兔子林浩生学朋友的故事哦。这里看。靠北啊，减二！哇，减八！运气怎么那么穷啊？到底是为什么、啊？穷成这样！我恐惧真是出乎我意料，不愧是。最简单的派系，混沌四神里面最简单的。哦、你怎么会有远处的时候你跑过来打我？我怎么预设一开始是这样子？让你有敌人打。哦哟，他不会跟我打，傻笑。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直接把我们拉进去、哦，我们这样不知道看什么。哦、我们这样很闲，也不知道干嘛。我掉太多的，不懂。
吃个饼干。是啊，是的，没有护甲，又没有魔抗，又只有女妖，女妖的护甲就是五。应该随便烧都赢吧。看你表演，开烧。为什么魔凤只有六？啊，好痛苦！我都烧到自己，操！巨妖就是有个白痴，我刚被冲一下，然后怎么就蒸发了？太白痴了，哇！刚刚这个真的跑很快，他移住多少？我看一下，100，我操！哇靠，移住100怪物，我觉得冲一下他那个护盾挡一下，其实就赚了。Battle!
我觉得比较奇怪，就是他们丢火的光闪很怪怪，他们卡卡都丢不出去。对，树上总比现在没什么。对啊，还可以啦。机器怎么没什么掉？掉的都是这些烂药。那个再出就好了。烂药被便宜啊，就肉盾。比一气者还像肉盾。要我关裂隙是不是还要再打一次？不是放这个鬼？啊，这一队是跑出来的吧？那你裂隙要关的话，再打一次啊。我那个风啊！靠腰怎么都是？哎妈，做牌啦！我操！我堂堂一个恐虐，如此没有牌面。都点不到的军队。白痴！欸，真的也点不到。不要！来啊，过来啊！你过来，我就刚好再打，再跑一环。我可以传出去哦。看上网中是啥笑？是认真的吗？哦，我这边看不到。啊，你加油，我先上个厕所。回来看看，看看我朋友打得怎么样。他部队真的写得超惨的。气魂者，虚荣女公爵。打他速度啊！被黏到了，好吧。吼！可以了，还有护盾，护盾顶一下应该还好。哦，还有脆，还有上毒哦。
的魔种，这火药其实也不强。那魔种可以什么？我看一下，现在还好。对，护盾之外，然后造型不太一样，其实还好。我掉了。造型苦逼耶、欸！好吧，让它飞走。很帅，好像没什么用。这样，我跟他攻击动作，真的还好哈、欸。这角色怎么那么丑啊！我天哪！阿东飞起来了，但果然不能用自动战斗，那个根本就不会掉掉的。他的弹药量太少了。粉妖，你的粉妖可以丢哎二十次哦。这个，他也没丢王珠，对啊，没差。刚部队质量是不是很低啊？看一下，100而已哦。不投降啊，快去试一试好不好？750，哎，这被撞爆。赢了。但他那个疾病的分数也太高了，750哦，刚好看，质量750，然后移速100，他们自动分子会判我一些东，一些单位会直接掉，啊不行，他血太少了，所以，是啊，我还有粉红雕可以抗线，他们近战能手，三队没什么用。拿来众人也不同。你说哪一个？你说那个会飞的吗？那个地狱，那个地狱追寻者对面的射猎，用过没有说强，这个速度很快。对啊，跑很快，真的。如果是女妖的话就很强。我跪在里面动，我不兵，让我走。Let me go. 他补兵那么慢，不是魔风越高他就补越多？没有吧？你要看呢、欸？可以看阵营。我这边的话是魔风高的话，我是加移动距离跟魔法抗性。哈，送头。啊，自己跑来送，好爽。那可能是青黄吗？青黄还是加那个？对啊，可能每他应该每个不一样。那不为我撑，跑出来。来呀，来是决斗啊！斗剑大赛，可以出了吗？有，还不行，干，缺一个，缺一个，我想要点什么？鲜血军团的话，不考了。他直接不见欸、
好扯哦，他们要推到这边。拜拜。Every mortal must die. Master, see, I need. 不要再亏。The Ruffle Reaper. 我不想一次走完的时候差一点。两点了，我想一下。More strength, more rage. 憎恨。不过他的话应该，反正这种英雄单位吼，你就是这种单体肉搏单位，最主要要求就是抗性啊，物抗，抗性高，然后士气高就好了。没有钱。你现在一回合，你现在一回合加多少啊？600块。好穷哦。才那麼不是你，你部队，你部队有很多吗？也还好吧，也才两队，没有你多吧？没有，我做一队，我是一队满编。哦，我一队又不够用，我看起来像恐虐吗？看起来可以越打越强吗？好像不行。不是他恐虐前面那个放血鬼太夸张，放血者。我知道，我多利用我的万变巫术啊，多去掀起叛乱，到处干扰对手，这样我就有钱赚。也多多去变魔术。嗯，我们是这样打完之后，然后再跑。我们打完之后，在里面打是不是？对啊，没有要他挡住路啊，没有办法。来了吧 ，Come on！啊、oh, ，nice！ 好、啊，拿到了，退。好，拿到了，我跑了。还有90000块。我要进去了，我要进去了，没钱了，好穷哦。真的，你缺的，我可以先给你啊。如果你真的缺的话，我先进去了。好，你加油哈，我会出来了。好爽，90000。看，他还可以用恐虐之门哦，而且他还可以，哎、欸，血煞可以起这个，很重要，很实在的好处。然后加血啊，加血的先点，加风险。哦。这玩意啊，有人换上去了，很好很好。I crave bloodshed.我觉得这代有些在升等。怎样？我把敌人的一座城了，变成我的蒙古的一座城。他那个是你可以随便给的吗？对啊，就是要花那个石。哦，
而且很贵，这个不大可惜。啊，九万块，带来九万块跑出来，好爽！啊，剩那个孔，那个斧子太……啊，那个魔法之风的效果是哪一看？没，你点军队啊，然后旁边会有一条杠，最右边。魔法之风。对啊，然后你一上去就跟你讲满了之后会多少啊？我的好像没讲。嗯、哦，有了，有啊，有你的是什么？我低于三十的话，零到三十是。零到三十好像是扣补兵吧？单一移动距离加10%，屏障补充速率加8%。哈哈，干！那我久了，那我久了好一点，我都是抗性加5%哎，法术抗性，比较实在一点。哎，没到很渣，也没到很差。没啊，那够是近战防御加5%。废，这样杀的不强，还好啦。我要给城，不能给我自己、啊。那锤将会太强了，挑战也不能给你。那不用，是不用给我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能给我。啊、我说你，我说你给我的话，我再用外交跟你交易，然后把它给你就好了。哦、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对，好，我刚忽然想到，可惜啊，已经算好了。啊，快笑死！先走这个，没有，我还没有拿过这个东西耶，是踩了就会给吧？哎，268。就不打可惜了。啊，我那有千户不侵犯哦。靠北啊，真的是。哎，真是麻烦！我要往哪边打呢？等就打这里了。往左上角打。是那边会主动打我吗？应该会吧。会，他会去追。先把这个利息关掉。这种刚刚买的算了，让他买看看。哎，其实还好，4000块而已。对，其实真的还好，4000块，便宜啦。啊，你可以滚了。哦，后面12%，终于。
Tool of Corn's Wrath.好爽！近期侧面镜都在移动，还去追你啊！好麻烦。好，我感觉他到哪里就跑。拿到钱就跑，确定不撑？你那部队是没血是不是？因为他大概到第二圈还是第三圈的时候，他就一定会追到你，除非你真的跑很快。但我看他应该是没有机会。上回合加多少啊？这么1250哦，还不错了。好，我知道，我把这拆掉。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不要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留着。那找猎系哟！靠，我家旁边都没猎就被关了，干，太会关了吧？小战没有敌人打，好痒哎！哦，他卡我就被踢出去了。没钱，你真的缺钱，你真的要走。我不知道你如果你跑过快的话，可以躲掉。惊奇都在往哪里发，但他代表有钱。而且好像都好穷。死的魔也好凶！哎呦，不错，但是我要补兵。哎呦，死魔已经算里面有钱的嘞。可是你真的要盖营地才会很有钱。等一下，我先点一个这个好了。哦，再加成，爽翻！真是爽翻呢！哎呦，可以骑鲜血王座，可以骑摩托车。让我给他7000块，死！哎，我记得坚奇他的迷宫是，你不碰里面的精灵，他不会打你。感觉色虐比较鸡掰，还追你跑。
Garbrand, slave to Korn, leave this place. Murder. Meu Deus. Tá tudo pior, hein? No trick can save your skull.哎，对，他这里魔风是100度的，对啊，都是100啊。那种卡住，我其实可以直接传送到下一层去吗？对啊，你就直接跑啊。你可是你跑的话，他会到下一层堵你哦。这棋跑了没有？我刚没被打。没有，不是我说没有，我说你。譬如说，他在这一层，他这一层跑到你旁边嘛，可是你跑到下一层的话，他下一层他会直接传到你下一层出口的旁边去，然后他就会直接考你，有几率啊。等你跑了，其实跑的话也没有用，就不用特别开什么强行军跑，传送的话搞不好可以。那补兵。补兵这里，拒绝扭曲哦，加12%，好爽！我来救你。我怎么有叛军？为什么？冷空力差，难道是我的错吗？哼哼哼。哎，难玩了，不然踩多低。我现在没什么感觉。好了，跑喽！好，传到你家里面来帮你打、啊。可是我不知道，哦、你要打哪个方向？变都可以。I crave bloodshed. Yes, blood. 好爽哦！来，再来，再来，继续，继续。那不让我穿松，干你大死！暴打好、啊！好，传送传，好，可以传，你可以传的。他不让我用传送方，传送的方式传。真的假的？好扯！啊，很聪明啊！脑海中强行拼走下去啊！高阶已经出来了。哎呦，差点播中！哦，是。我连升哦，升三等。啊，可惜我要加护甲，我没，我已经够强了。法抗加66，冲锋范围哦。那个到底在往哪里打？你说什么？等下等我领主出来，我往哪里打就好。反正我先把你家楼下那个孔虐干掉。啊，是我的热。其实我烧掉算了，反正我这边城丢掉也没差，
原本也只有两座而已。我领主出来就是有钱人。你要先活得出来，加油加油！你现在到第几圈？回到最后一圈了。OK 了，可以啦。拿个加200的水冲。可以啦，都到。对啊，他可以，我刚刚拿90000哦，给你参考一下。哎、欸，可以啊，看得到。我转那么多都看不到。我走过最后一圈，好像是直接拿瑟尼斯剑，跟多少吧，十几万吧，然后40000块吧。哦，还有最后一圈呢、哦。最后一圈可以拿他的剑吧，不知道是不是必拿。等一下，我走去哪里？先打这个啊！啊，厄运宝也是我的、喔，也是我敌人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这我扛不住，扛不住那个腐化，直接退回去。哦，完美体力，终于啊！亲王只是钱最多。这也不是倒数第二圈，倒数第三圈。你现在一盒加多少钱？我现在一盒1400。哦，是你的初一了。有点少哦。因为真的，我还好，因为我现在我都用放血者，放血者一对维持费才170而已。我这么招人哟。这个我觉得可以出一下，因为后面就会用到。Corruption。哦，是300块。靠，穷哈、哦。盖建筑物。那你真的要，你真的要走出来？靠你，靠，就发家致富就靠这一波了。没好东西，我可是不会出去的。是啊，我这边还有一个那个什么，还有混沌亲王在帮我打怪，靠他帮你清啊，这么跳，对啊，他帮我清，可以啊，就靠他了，他就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动力军队啊，现金其实很难玩，大局来说，对啊，应该感觉蛮难的。你觉得跟纳垢比哪个比较难一点？纳垢应该比较难。马上给出答案。因为我在这至少可以稳定掉进去。那个就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哦，这个，我打一下，我真的说不太过去。走了，往上，往上。我要不要走到最后一圈呢？因为最后一圈其实没有点子。看你啊，看你要拿钱还是拿剑呢、啊？没有，他有钱也有剑。哦，不是、啊，看你要拿那个水虫还是拿剑呢、啊？
我是暖心王会有问题，你腿太短了，感觉跟断了没两样。哦吼，这是青龙最大的问题啊！你腿跟断了没两样，是断腿。旁边也没什么好走的，你要过海，然后敌人还过海来打你。这再烂也比剑气好。每天攻略我呢，看他是怎么打的。哦，先存档了，要睡觉了。对啊，先存吧。看攻略好强哦，反正随便乱打。好了，睡觉了，关台。